本期的探影局档案将为您揭秘1935年拍摄的内蒙古德王参加活动的动态影像。德王吉德木楚克栋鲁普亲王，清光绪34年，年仅6岁的德王世袭了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爵位。清朝覆灭后，被北洋政府授为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。1931年担任锡林郭勒盟盟长。1934年，德王集合西蒙众王筹划成立自治政府。随后，蒋介石同意其成立直属国民政府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。德王担任秘书长，但却是实际主政人。另外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署，由何应钦担任指导长官。此影像对于了解这一时期的内蒙，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。
这段影像拍摄的次年，即1936年，德王在日军扶持下与华北察哈尔省成立蒙古军政府傀儡政权，并担任伪政权的总司令及总裁。1950年，作为伪蒙将战犯魁首的德王被引渡回国，并关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。同在此地关押的还有伪满战犯魁首溥仪，其二人在关押期间经过学习改造痛悔前非，先后得到特赦。